人讲水不寒，无以敌雄平；事不难，无以敌君子。愈艰难的战争，愈困难的环境，才会当创造出最优秀的候选人啊！对不对？高雄是一个伟大的城市。人讲伟大的城市，市民对着政治人物是安怎？是站立的啦，对不对？六月七日，高雄市民伫100年忆历史，用着高度的期待，100%来支持着韩国瑜，疼惜韩国瑜。但是韩国瑜为着要救台湾，跳出来选总统，高雄市民讲你违背着我对你的期待，所以伟大的高雄市民用着最残忍的手段，伫六月七日，请韩市长落台，残忍的市民。就是伟大城市的强兵啊，对不对？那呢，8月15日，高雄市民，你就应该再站立一遍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人在伊咧做市长的时阵，伊就出袂着伊的灵魂，出袂着劳工的权益。出面就劳工的人权，代理市长就会当跟因老爸拔一对手，甚至整个的家族，输过15年，甲咱讲一摆啦，搁互伊做，伊袂搁吃啦。高雄市民啊，高雄市民，你听有几句？唔通忘记的，2005年，21世纪，全世界最严重的残害人权事件发生伫倒位？恁拢知咧？啥物人咧做市长？唔免叫三字，陈先生做市长。陈小姐，堪伊要竞争2006年市长的提名，所以做有勇气，局长也真有勇气，做立委会主委，把迄个关税人全甲逼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甲辞掉总统府的副秘书长，陈敏贤辞掉国策顾问。陈局辞掉立委会主委，陈先生辞掉高雄市的代理市长，你敢拢袂记哩啊？一个残害着劳工，阁是外国的劳工，来咱台湾离乡背井，趁三顿食，替咱建设高雄的捷运，是为着要趁淡薄仔钱。转去伊的家乡饲母饲囝，结果工钱接无大紧。